军校里面饰演冉荣这个角色。 经常在大太阳底下30多度，甚至到了40度，我并没有听高原喊过一声辛苦，都是非常敬业的。儿子，走。
放啊，拿住，拿住，拿住。我觉得显荣的性格和他的特点可以放在一起说，就是他是一个多面人。我最开始看到这个角色的时候，我觉得他是一半海水一半火焰，然后再到后来自己了解他更多之后，我觉得他不仅是一半海水一半火焰，他是个千面人，他对每个人的态度都不一样，比如说他的事业方面啊，然后再有他的感情方面啊，都是不一样的。一个非常圆滑，身世又非常复杂，然后非常可怜，非常悲剧，但是又很霸气，然后刀剑无眼的那么一个。毕竟显荣她是一个有军人气质的这么一个女性，然后我当时就跟我们的武术导演说，我希望我能学一些武士刀，第一是因为我们有这方面的打戏，就是跟谢章也好啊，然后跟其他的角色也好，我是有用到武士刀的，我觉得提前训练一下对我整个人对角色把握是有好处的。对于简荣这个角色，我不敢说我演绎的有多么的完整，做的有多么好，但是我希望大家也能接受他吧。是找你，好，不许去。反正他的无奈中，他站住，别跑了，石亮。是你们家的，是，我都，对了，下一段了啊，好，下一段咋样？把那个。